从北京出发，绵延1300多公里的京沪高速铁路，相继跨越了海河、黄河、淮河和长江四大水系，才最终抵达中国的第一大金融中心城市上海。和普通铁路一样，建造高速铁路同样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在实现列车高速运行的前提下，在大江大河上修建高铁桥梁，面对的是更为复杂和严峻的挑战。这是又一个跨越长江的工程奇迹。在这条世界第三大河流上，人们用最大胆的想象、最完美的设计和最尖端的技术，为京沪高铁筑起过江通道。南京城外，万里长江的下游，江阔水深，航运繁忙。为让高速铁路跨越大江，建设者建造了一座巨型钢铁拱桥——大圣关长江大桥。大桥全长9273米，为六跨连续钢横拱桥。三座主桥墩在滚滚大江中支撑起桥梁巨大的身躯，主桥墩间的最大跨度达到336米。在时速300公里以上级别的高速铁路建设中，这是当今世界跨度最大的铁路桥梁。桥面一侧铺设双向并行的高铁线路，另一侧为双向并行的上海到成都的快速铁路线。除此之外，南京地铁8号线分别布设在这四条铁轨的两侧，在桥面上铺设3种设计速度的不同线路，总计6条轨道。这是世界上荷载最大、最复杂的铁路桥。能够同时跑6列火车，就是说6列火车可以同时上桥开，那这是在我们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就是独一无二的。为了支撑巨大的荷载，大桥建造对钢材料的性能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大跨重载高速，要求材料的性能、疲劳性能、韧性指标，尤其是韧性指标、焊接性能，一定要经历起大桥服役的安全，不能出问题。承担大桥建造任务的中铁大桥局向武汉钢铁公司发出求援，共同研发一种高强度、高韧性，同时焊接性能良好的新钢种。这无疑是一次挑战，因为提高钢材强度和改善焊接性能难以兼得。在钢材中，碳是起强化作用的一个重要元素，但只有降低碳含量，才能改善它的焊接性能。我们这个钢呢，它的碳含量最低只有0.02%，一般是在集中在0.02%到0.05%左右。这么低的碳含量，怎样来保证它的强度呢？这样呢，我就还要通过添加一些其他的微量的合金元素，来保证它的强度和其他的性能。最终研制出的新钢种，每平方厘米能承受4.2吨的压力，除了强度超强，韧性也非常好，而且焊接性能优异。在中国桥梁建造史上，这是新材料应用的又一次创新。建造大圣关长江大桥，耗费了30多万吨钢材和126万方混凝土。消耗的混凝土是南京长江大桥、长江二桥和长江三桥的总和。2012年，国际桥梁协会将这一年度的乔治·理查德森大奖授予
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这是国际桥梁工程领域的最高奖项。伴随着中国从桥梁建造大国迈向建造强国，高速铁路的建设者在桥梁工程领域不断迎接新的挑战。如同南京大圣关长江大桥是京沪高铁的第一桥一样，北盘江大桥则被誉为沪昆高铁第一桥。它能否如期建成，直接制约着沪昆高铁的全线贯通。沪昆高铁从上海一路爬升到中国大西南的云贵高原，从海平面一直到海拔2000米以上，其中的地质地貌千差万别，就像一个地质博物馆。沪昆铁路长昆这一段呢，来看呢，应该说是崇山峻岭，地形非常复杂，啊，地质灾害频发。所以从总体来看，我们只能我要设计一个445的桥，这个拱桥来讲，然后又要跑350公里的这个高铁。面对复杂的地形和地质条件，设计师们尝试在北盘江上建造一座巨型拱桥，它的主跨度将达到445米。借助坡度80度的山体建造拱桥，主跨的受力点支撑在陡峭的山体上，这是一个非常稳固的结构。但要完成它，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高耸入云的两座大山之间，修一座大跨度拱桥，建设者首先需要在拱桥的两端修建两个桥座。施工人员必须从两侧山体开挖出巨大的拱桥底座，并浇筑混凝土。12号厅。随着大桥底座的完工，建设者们开始了整个桥梁施工难度最大也是最危险的工序——拱圈的施工。拱圈是一个个钢结构，从两端的拱座依次在空中对接完成。首先，要把拼接好的钢结构用大型载重车把它运送到拱桥下方的施工平台，再由吊机把它运送至空中对接。每一个组件重达115吨，比一架波音737的重量还要大，所以这只有合拢了，它形成一个整体稳定的刚性的结构，它整个拱圈才是安全的。如果在合拢之前有任何闪失，那一旦整个桥拱垮下去，就是美国大片，那就是历史的罪人。桥拱越修越高，拱圈组件面临高空中强风的威胁。在9月份的时候，它那个风是很大的，它是瞬间的这种局部气候影响的时候，它就会在局部刮那种类似于龙卷风一样的。设计师们开始着手拱圈最大荷载风洞试验。在西南交通大学的风洞试验室，设计师放入缩小比例的拱圈进行风力试验，以检验它的最大抗风性。我们在风洞里面模拟了它风速很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桥梁的一个位移和它的自己本身的安全的储备和一个振动一个振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桥没有风缆是可以的。拱圈合拢决定大桥建造的成败，但自然界中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譬如气温，却直接影响着合拢的精度。一旦设计师计算失误，最后一组组件将无法实现密合。
拱圈就完成不了拼接，整座拱桥势必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钢结构对温度是非常敏感，它一就是这，你知道这种拱桥的伸长和缩短会导致桥面的起伏，对于混凝土结构来说，它的这个对温度就不那么敏感，就可能它的变形就要小。2014年1月12日，施工人员开始安装最后一个组件。当组件完成吊装，工人们进行焊接，它的最后一个接点被用耐久螺栓紧紧密封，拱圈合拢了。这一天也成为大桥建造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高铁桥梁的承重远高于公路桥梁，并且钢结构容易受温度影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往钢结构和外立面灌注高强度水泥。2015年11月19日，大桥主体结构完成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北盘江大桥就此宣告贯通。北盘江大桥是钢筋混凝土拱桥最大跨径、高铁桥梁最大跨度、大跨度桥梁刚性控制等一系列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书写者，标志着中国高速铁路桥梁建设所能达到的新高度。当高速铁路以桥梁跨越江河大川和深山峡谷，也需要通过隧道穿越峻岭崇山。这里是目前亚洲最长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西城高铁天华山隧道，穿越山体15.9公里。小陈，来。王永安是西城高铁天华山项目部4工区的工区长，从业十几年了，这个也没打过这么长隧道，要注意整个台车的变形，如果有形变啊，及时停止浇筑啊，我们来处理，不要发现第一时间处理。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没有，首先是没有电话的信号，没有网络。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讲，我们很多的年轻小伙子都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匪夷所思，因为这个地方偏到这个样子，它感觉都不适合人类生存。西安至成都的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第三次翻越秦岭屏障，线路穿越秦岭山区135公里，隧道总长度127公里，其中10公里以上的特长隧道有6座，而天华山隧道是全线最长的。但除了长度，王永安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大得多。其实最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就是我们施工所用的所有的材料的运输问题。我们项目部呢，前后耗资4000多万，用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宁西林业局的模组型检查站一路将这个变道修到了我们工地的所在地。这个变道整整是48公里，这48公里变道，整个是一个无人区。由于山路崎岖，加上秦岭岩石硬度很强，盾构机之类的大型隧道掘进设备很难派上用场，隧道施工只能采用人工钻眼爆破的方式一米米往前推进。一个掌子面一天的掘进长度大概在2米左右，如果从进洞口和出洞口同时对打，每天也不过掘进4米，这样计算，打通这条近16公里长的隧道至少需要10年时间。业主方就是我们的建设单位，他给我们这个土建施工的这个工期呢是48个月。为确保工期，只有增加施工作业面，工程师们决定除了进洞口和出洞口，再开通3条斜井直通到隧洞主干道，这样就可以有8个掌子面同时开挖，从而大大加快施工进度。
施工机过来把拱顶喷掉。我朱大王，你这样跟他说。他现在也要立项了，是不是？你拆掉一个变压器就少一个变损，再一个，我二层台车就少一道阻碍，能不能把这个315的拆掉？2016年7月3日，距离隧道全线贯通还有9米长的距离，但这短短的最后一道屏障，却让王永安焦虑重重。总之，拆风水管要从10号窗这个地方拆，台车走过来，这边可以打100，这边可以打200嘛。你赶紧联系老王啊，水库电头打完给我扣槽了，好不好？那就这样啊。两三天的活儿，有些人说是想着回家，或者是想着干什么，这个心里边思想肯定是，这几天的思想是整个这个班组最不稳定的时候。这个人这个注意力一旦不集中了，在洞里边又是属于这个高危作业、高空作业吧。那他如果注意力分散了的话，我就有一点担心。快了，2天以后就能见到亮了，隧道就通了。深一点点吗？只是要1米左右啊。我不知道底板这块差多少。最多差3米，我看了。当透过洞口，看到2号协警那边投过来的光亮，汪永安顿时明白，只要再打一炮，隧道就可以完全打通。再有一个循环，就再打一炮，那就通了，你看不到吗？你看不到你窟窿吗？那对面预计是今天下午8点到9点小炮最后一炮。随着一声炮响，天华山的隧道终于全线贯通。能不能睡两天？能不能睡两天两夜？谁也不要给我打电话。这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后面我们的任务还很重。作为企业的一员，我想我还是坚守岗位吧。犹如一条巨龙，西城高铁翻越秦岭，穿越汉中平原，走过巴山蜀水，将西安和成都之间的距离压缩至3个小时。高铁建设者在挑战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行。当人们在建造亚洲最长的单洞双线高铁隧道时，他们也打通了堪称地质条件最复杂的一条长大高铁隧道——沪昆高铁大独山隧道。位于贵州省关岭县境内的大独山隧道，全长近12公里，穿越了世界上最典型的喀斯特地质区。隧道穿过灰岩、泥岩、泥灰岩、加沙岩等地层，包括7个地质大断层、8个破碎带，以及4个可熔岩与非可熔岩接触地带。建设者面对着重重挑战与风险，44个溶洞，一条地下暗河，其中最大的溶洞足足有33万立方米。这是从大独山隧道取出的一块岩石，将它浸泡在水里，能够清晰地看到奇特的变化。仅仅几分钟后，坚硬的岩石就变成了泥渣。好，这在手里来回那么搓。除了可熔岩，困扰施工人员的还有突如其来的涌水。这是一段拍摄于2012年7月12日的视频资料。当天清晨6点，在挖掘隧道的过程中，大面积涌水突然发生。哪来这么大水啊？这都漫飞呀！演呢？暗河出水量达到了这个3万立方左右。这个前两天又去12号那一块儿。同时一去看，这个降水量呢，达到了这个出水点，达到也是2万方左右。这两个水，
可以不？可以。钓个鲟。这天，工程师罗宗凡带领勘探小分队进入一处巨大的溶洞，希望找到他们已寻找了多次的暗河。摸清暗河的走向，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隧道涌水的难题。就这边走，这边走啊，抓到那个对。二十，深度潜水而已。放绳子，放，走，往下走。下，抽水点在这儿，这个地方，这儿有个抽水点。为什么走火把呢？这个火把它有氧，它是没氧气，没氧气，这个是里面它火是灭的，它就是这样，我们这。弄个火把掉下去，一看里面是掉，里面着了火的，没问题。哇，这上面花呀！咦，下到水边啊？下水边上去了。啊，下面有没有？当小分队进入到地下六十多米时，前面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垂直溶腔。那个坠物能把它坠下去，听到声音不响了，停止时间就把钥匙记一下，再试一下。老板，你就这两人。他们抛出石块，计算落地的时间，来判断溶腔的深度。11秒是111吗？9.8。根据时间判断。这里距离溶洞底部至少还有30米。为了查清暗河的走向，大家决定冒险下潜。你看，原来水位在这位置上来了。半个小时后，终于抵达溶洞最深处。通过地面水流痕迹和溶洞方位，罗宗凡判断，大独山隧道中。大量的涌水与这个溶洞有很大关系。小分队带回来的溶洞信息，为破解涌水难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工程师们最终确定了通过泄水洞引排涌水的方案。打通大独山隧道，建设者耗费了整整5年时间。2015年10月15日。随着这条隧道最终贯通，沪昆高铁的建设也进入尾声。除了来自工程建造的风险与技术挑战，高速铁路隧道在设计上还有一个特别的考虑。在中南大学，田红旗院士和他的同事曾经进行过一项特殊的研究，他们致力于破解的难题是如何消除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的瞬间冲击压力。当高速列车进入隧道，前方的空气会受到挤压，这种挤压状态能够以声速传播到隧道出口，然后骤然膨胀，释放出较强的气压波，产生瞬间的冲击压力。这种气压爆波对隧道周围的设施、建筑物等都会有影响，同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爆破声。那么，怎样才能消除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的冲击压力呢？我们就设置了这种缓冲结构，叫做隧道口缓冲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它就使得压力逐步地发生变化，也就是没有那么剧烈。通过实验，研究人员发现，隧道洞口断面越大，越能削减高速运行状态下所产生的气压波。但隧道洞口的断面多大才合适呢？在改善列车通过隧道的时候生态冲击压力这个问题，这个方面的研究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总体上来说的话，肯定是隧道断面越大越好，但是
从工程来说，它有土方量、工程造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隧道断面的话，它只能是一个合适的值。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京沪高铁，它的隧道断面是100平方米，这个断面对改善我们列车通过隧道的是瞬态冲击压力是比较合适的。当穿越中国西南云贵高原的沪昆高铁全线贯通之时，位于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宝兰高铁也进入了工程建设的尾声。宝兰高铁东起陕西省宝鸡市，经甘肃省天水、定西两市至兰州，线路全长400多公里，其中大部分位于甘肃省境内。尤其是十三、十四标这两标的，它是铺轨的。邓浩明是宝兰高铁定西指挥部的指挥长，虽然曾经参加过3条高铁线路的建设，但就在8年前，他还想不到甘肃这么快就能赶上高铁建设的步伐。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当时还是43的钢轨嘛，运行速度就是客车不到60公里，货车就是45公里嘛，那一下350就感觉到不可思议。但在甘肃修建高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甘肃东部是典型的黄土地貌，就像在沙地上盖楼房一样，这种地质条件正是高铁建设的大忌。这是因为要使列车速度达到每小时250公里甚至300公里以上，必须首先保证线路的高度平顺和稳定。对于路基沉降，高速铁路有着近乎苛刻的技术标准。1996年，我们国家第一条准高速铁路，那个时候控制标准是20公分。那么到了大概1998年的时候，秦沈客运专线是属于第一条客运专线，控制标准是15公分。那么到了咱们京沪试验段的时候，昆山试验段的时候呢，是控制标准是10公分，所以控制标准上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后期咱们京沪的试验标准提高，从有渣轨道到无渣轨道的时候呢，控制标准是到了15个毫米。15毫米，相当于把土木工程的施工按照机械工程的精度来要求。为打造足够稳固的路基，工程师们把高层建筑所使用的复合地基处理技术运用到高速铁路的路基施工中。为控制沉降，高速铁路的建造还采用了以桥梁代替路基的方法。这种外形像箱子的箱梁是构造桥梁的主体。一捧箱梁有900吨重，面积相当于一座篮球场。如此的庞然大物，先在线下进行预制，然后通过大型运梁车运到施工现场，再用1000吨级提梁机和架梁机架设到桥墩上。高大的桥墩支撑着900吨重的箱梁，桥墩下是巨大的混凝土底座，再下面是打入岩层的基桩。一根根基桩如同铆钉一样，将桥梁稳稳地锚固在大地上。而一捆捆箱梁足够起一座平整顺畅的连续梁。以桥带路，不但有利于路基沉降控制，还节约了耕地，同时也促使高铁建造更加标准化。李雪峰，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是宝兰高铁牛骨河大桥的总工程师。建这个螺栓一定要上紧，养护剂的时候一定要均匀，一个是表面，再一个侧面。定西这一块都处在这个黄土这个凉毛区，地形起伏变化比较大，选线的话难度也比较大。这个山体出来就是河沟，所以就必须架桥。
整个宝兰全县这个桥隧比例都是非常高的。让他欣慰的是，大桥施工比预定工期提前了一个月，一开始铺设无闸轨道。所以高铁这一块主要是对咱们这个线路平顺性，你包括咱现在做的无闸轨道这个，就是上面这个咱做完之后不是在扣件，最后这长轨一铺嘛，就是说对这个整个轨道这个这个平顺性和这个精度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咱这是无闸的。无闸轨道这种当今世界先进的轨道技术，已在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闸就是铁道枕木下铺垫的小石块，但这小小的石块却关系着一个重大技术问题。普通铁路都是在路基上用碎石铺上一层道床，再在上面铺设枕木和钢轨。碎石道床能够加大轨枕的承载力，提高轨道的弹性。但这种油闸轨道不适于列车高速行驶。如果高速铁路的轨道结构采用油闸轨道，不仅难以保障列车运行的高速度和平稳性，而且会造成道闸粉化严重，线路维修频繁。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系统研究和引进无闸轨道技术，并逐步应用到高速铁路的建设中。这种板式无闸轨道，每块板有6.5米长，2.5米宽，重8.6吨，相当于10块枕木连成一体。生产无闸轨道板对混凝土要求极高，混凝土的强度要求浇筑后16小时内达到48兆帕，相当于1平方米的面积要能够承受4900吨的重力。轨道板打磨由大型的数控磨床进行，打磨精度能精确到0.01毫米，不到一根头发丝粗细。注意把这轨枕这底下，每走打完之后要清理一下，好吧？要不然你这不是放到这？放这扣件上，它有一个有这个灰尘啊，锅把顶到那地方，就影响咱们这个精度了。铺设无闸轨道板，更是一次对高精度的挑战。譬如，轨道板与轨道板之间的平顺度误差不能超过0.3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轨道板上运行的列车，其速度能够达到高速铁路的设计要求。轨道板与轨道板之间的平顺度是一种空间关系，那么如何实现轨道板在3维空间中的高精度定位呢？这种轨道板铺设自动精调机，采用遥控操作，运用了3维调整技术，能够实现轨道板在空间状态下的精确定位，精度能达到0.1毫米，完全可以满足高速铁路对轨道板铺设精度的要求。这样精心打造的陆地航线，不但能够完全满足列车时速250公里、300公里，甚至300公里以上的运行需求，而且乘坐的感觉也会非常平稳。左呀，左呀，好，登记好，往哪个不交？都别糊这，这有两个上，他要把那个进还不到呢。区间半径7000到9000，时速达到300到350公里左右的情况，30公里，它基本上都要胎道磨坏了、磨损了。这个在直线那个情况下，就是基本上在60公里。当铺轨机将一段500米长的钢轨放置到无闸轨道板上，高速铁路的建造就进入铺轨阶段。一块块平坦的水泥轨道板上铺设下一根根500米长的钢轨，然后再焊接打磨成一条如丝般顺滑的无缝线路。高速铁路钢轨的生产在中国已实现了国产化，但对钢铁企业来说，制造如此长大精良的钢轨，无论是设备还是工艺，都是挑战。
高速轨和这个普通轨这一块，就是说它对夹杂物这一块的控制要比普通轨要严。就比如说我们缺陷深度，像塌面，像你一般的这个铁标轨，它可以允许你的缺陷深度是 0.5， 但是对于我们高速轨的话，它只能允许你 0.3。 在普通铁路上，钢轨与钢轨之间有一条接缝，这是为了防止钢轨的热胀冷缩，但高速铁路却是天衣无缝。在高速铁路上面，我们都是采用的这个无缝化的技术，因为钢轨的传统的钢轨的这个接头啊，在列车过的时候，这个咔嚓咔嚓的声音，它影响行车的舒适性。在高速铁路上，就必须要把这些接头都要消除掉。然而，钢轨在高温天气下会受热膨胀，没有了可以伸展的缝隙，钢轨就会扭曲变形。所以钢轨焊接后要进行应力放散和扣件锁定，这是无缝线路施工的最后关键工序。扣紧钢轨，大概我们像京沪线这种线上最大的温度率，在北方这个地方可能达到钢轨一根轨条里头大概能达到50吨的这个50吨到100吨的这个作用力。那么每个扣件呢，大概只能可以提供1吨的这个阻力，然后呢100个扣件就可以把这个轨条端部就可以扣住，然后它一段一段的中间的前面扣件扣住，那么中间它就可以不用动了，边上在轨条的端部上面它可以有一点伸缩，那么所有的力就可以聚集在这个钢轨轨条里面。从桥梁到隧道，从无闸轨道到无缝钢轨，工程技术和建设人员以一系列技术创新成果，不仅打造了一条实现列车高速运行的线路，而且展示了中国在各种地质条件下建设高速铁路的实力。和普速铁路一样，在高速铁路上，列车必须有动力供应才能跑起来。高速铁路一般是电气化铁路，列车获取电能的唯一途径就是车顶上升起的受电弓，由它把接触网上的高压交流电引入列车。但是在高速铁路上，由于列车速度非常快，受电弓很容易追上或超过自己激起接触网所产生的波动，这样接触网总是在受电弓表面上下跳跃，当然就不可能稳定地获取电力了。所以如何解决受电弓与接触网之间的弓网受电取流关系，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受电弓我打过比方，这个如果说卷人家像人的两条腿一样，这个受电弓具它在车顶上像个辫子一样，它像一只手，它要从这个输电线路上头一直要握住它，不能离开，一离开它就取不到电，它要一直要握住这个接触网，往前滑着跑，高速的滑着跑，这个是要稳定的跑，稳定就是让它很稳定，如果出现了震动，一离开就断电了，你就无法受力，无法受力就没电，车就不能运行，对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那么它这弓跟网之间，我们叫弓网关系。通过大量仿真计算、模拟测试，张卫华和他的同事一直试图解决高速列车弓网关系的难题，最终科研技术人员破解了弓网受电取流的难题。通过特殊设计，高速铁路的接触网能以569公里的时速传递振动波，远高于列车350公里的运行时速。研究第一个就是结合振动，这里头就是网怎么来设计，弓怎么来设计，这就设计就牵在一个是结构上的，更重要的还是悬挂参数学、动力学性能的设计，让它不震荡，这是我们的一个拿手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包括铁丝院呢，这个铁业院呢，我们有很多合作，就是他设计网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做计算，是或者我们帮他编程序，他们去自己计算。当列车时速达到350公里时，一秒钟
就会向前行驶90多米，而人肉眼的有效目视距离不过500-600米。这样路旁的信号标示转瞬即逝，司机来不及准确辨认，也无法应对线路上的突发情况。要确保高速列车的安全，除了经过特殊训练的司机，必须依靠先进的通信信号系统。科研技术人员创造性地采用了铁路专用数字移动通信系统，这种系统就是 GSM-R 无线通信网络，能够在高速铁路上实现无线数据传输和移动语音通信。这样，在高速铁路上，信号主体就由地面转移到了车内，司机可以随时轻松地掌握目前的信息。对于高速铁路来说，除了一条能够保证列车高速运行的线路，提供动力的牵引供电系统，以及通信信号和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还需要能跑出高速度的列车。在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高速动车组的生产已实现国产化。啊，上来那辅助就切俩呢，我看看是不是牵引那边没有给云给出云雨信号呢？看一下 TCU， 你看一下那个 TCU 是不是没有给出阻断云雨信号？刘国亮，你把3456车空调给打到自动挡。3456车空调打到自动挡。康成伟，长春轨道客车公司调试车间的主任。他一个不影响有余的嘛，是吧，康成？他正在调试一列高速列车。我做下训练池。车内的空调系统出了点问题，他和同事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车那个二车变速器是不是有问题？原来就是在调试过程中呢，无论是三星车还是五星车，碰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最开始这块，你很多都需要问老外，老外可能对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指导，或者说他不愿意去告诉你啊，或者是技术封锁呀，或者是怎么样，你就很难受。所以一个可能是在调整过程中，这最开始调整过程中一个小问题，我们可能得用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去解决，你得看他的反应快慢。当2006年7月首批时速200公里动车组下线后，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至少要在这个平台上消化10年，但中国人却相继研制出时速300至350公里动车组，以及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列车，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几个能够制造时速350公里以上高速铁路移动装备的国家之一。我有了。大概20多分钟后，康成伟他们找到了问题所在。空调那个打没打过来呢？是暖色现在调的。他正在弄啊。那平台。不翻裂，我就尝试。怎么合不上？终于有空调了是吧？就一二次。像以前的话就麻烦了，可能是一天两天或者是一个月，因为你得等老外。怎么样？随着中国高铁技术日益成熟，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才加盟。感觉相对比较理想一点。马小克是法国人，目前在长春轨道客车公司的声音实验室进行高速列车噪声方面的研究。以前我在法国工作的时候，我在一个比较小的咨询公司工作，所以我们跟龙巴爹、Alstom 或者 Siemens 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看所有的秘密。可是现在我在中国中视工作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看，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理解。所以你觉得我们的办法是更广？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主要就是在这个声学前期，就是做这个声学的一些支架，像这个就是
叫程球员阵列。这个是做声源识别的，就是测试整个科室里边这个噪声源的位置。声音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经过它测量可以把整个声音就是图像化，我们用眼睛就能看到声音。在长春轨道客车公司的厂区内，这栋三层高的小楼是整个厂区最重要的地方，国家重点实验室。许多关于高铁的实验、技术创新，都是在这里完成。咱换一个点，咱换一个，换到那个空晃那个位置，咱过去比了一下子。谭复兴正在指导学生对转向架进行测试。转向架是高速列车的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转向架呢，作为高速动车组的走行部分，实际上关系到车辆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以及舒适性。和车一样，也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像这个转向架，无论从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到大到这个轮对儿构架以及诊梁，实际每一个这个部件的这个性能参数，它都影响到这个转向架的运行的安全、可靠以及舒适性。那么在研究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经历了千百万次的实验。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就是由一个元件、一个部件，再到这个系统，逐渐的这样一个实验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正是因为从这个元件到系统到这个整个系统这样逐渐的千百万次的过程，才有了我们这个高速的动车组的转向架，也才有了我们的中国标准动车组，也才有了我们中国高铁。此时最新一代的高速列车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制已进入尾声，一种速度更快的动车组列车即将问世。2016年7月1日至15日，在郑州至徐州高速铁路，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标准动车组，成功实现时速420公里两车交汇及重联运行。这是拟运营高速动车组列车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420公里交汇和重联运行。实验的成功，不仅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整体技术性能，而且表明中国具备设计制造世界各国不同需求动车组的能力。从线路工程到牵引供电，从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到高速列车，中国人以不断进取的姿态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完整成套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和技术标准。在人类轨道交通发展史上打烙下清晰而深刻的中国印记，而这印记的背后见证了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一个成就梦想的时代。